叫暴雨，好吧，我叫下大暴雨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，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我叫外面还在下大暴雨，你叫暴雨，或者叫暴雨。哎，又是风龙，你看，现在妈全是风龙啊！是的，咱妈早点下班嘛。哦，为什么对不起啊？你的理发店对我打了烊。现在他妈喉咙有点难受，咽臭豆。抽多一点，不咽这东西，多多益善。反正一下子又不会死，对吧？慢慢抽。下呀，老鼠，不洗老鼠。谢谢一人梦雨送的一个血瓶，还有萧小送的一个血瓶，二氧化碳擦凝血舞送的一个血瓶。他俩打得好气哦，拍自己大腿拍的啪啪啪的。前来大虫子可以吃水晶吗？不可以，兄弟，哥们你在逗我，一直都不可以的，怎么可能？没有东西能吃水晶，看谁敢的吗？发现今天他妈的这个没给我交了，交他妈的！你点燃不交交了？他这个神他必交，他不可能交虚了，还想跟我还他？这个塔城真是个好地方啊！卡斯也无感，你要死了，你还在这里跟我们神跳舞呢，宝贝！跟你说你要死去。看似我补了一技能，依然是他补不到。这八大鱼的 Q 真的好难躲。怎么你中了？再来一次。刀呢？哦，他带这个的，还有虚弱，狗头服了，我没血没蓝了，主要没蓝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啥呀？冲一下，冷血男神，待会给我捡个蓝币。他妈去世了，操作啊！我蓝都没有，图标是吧？他妈的没赢过游戏吗？操！这个废物，跟你说走。你这不听呢？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两个孙子完了！我操！还放狠话，你完了！啊，真是啊，真是啊！你们开始了，我们最开始刷游戏节制了。这个八爪鱼带这个东西是有点恶心啊。A 的阿特这个刀都掉了，我给你远的可以吧？看看我，这辅助位，这舔狗位，飞狗位，多当的多好。看看你，他妈的！我一天不亏你他妈混的难受。这种一定没闪，我都没闪，这图标我也没闪啊。我就不闪，啥也没闪啊。
还算变得很鱼的打，很鱼的打，怎么很鱼的打？慢慢来。我想杀他们俩，我很想动。哎，这两个东西他妈的，花爪鱼真的很恶心，还有这个劲，他能推线就行了。很猛的。我知道啊，但是杀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给机会，他也来了。不像吗？这是新单，不知道他有没有。妈的啦！我就跳了。我劝你不要跟他打，是吧？我多么希望你能把我这个狼币捡起来。剪刀脚，剪烂你的头，怎么死的？他直接意识你了吗？啊，一过来他妈一点崩一下。我在家里灌他。妈的，这波这个天然也不来，这个禁闭死。是吗？六分钟的时候会刷个饼的。发育很好，这初恋发育也不差，这初恋怎么一直不腻啊？这么会玩的吗？我们的头都被他剪爆过，真的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哎呦，这是啥呀？
他们捏死了一刀了。他没闪，他没闪，没闪没闪。他肯定不带他这个卡。那啥？算了，人家不上去。我来接你了，我来接你。哦，是现在啊，接不了的，卡扎店那边在包的。他一伤。本歌起于白羊精心录制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他用一伤，剪爆了我的头，我就透了。那我走了，整顿一下。本来他妈有点阳痿的，那别把我精神给我打出来了。出来他妈的后面那局，他妈的对不起了，我感觉。嗯。要不先去他装备太好了。这怎么办啊？先走，先他没闪，他没闪。老子就套了，凭什么？你们他妈的凭什么？牛逼，真牛逼！他没闪，怎么来上的？这个不太好办。他咋了？哦，这个变大妖姬有点帅，兄弟。我抽出来了之后，我眼睛瞄下面秒克，对吧？大不小，兄弟们，这一波。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再不鼓励根本没用。靠了，这批这回。回法有点厉害，不是老韩才的，靠了，这个好难的。我去找他，这两个真的有点难。来看，法语啊，法语，法语，你去找。他们这个东西追不了，太恶心了，花爪鱼这个东西。追不了，带我做镇牛药。这考试怎么考的？期中考试，期末考试。哎，他妈的不能用了，一用了他妈的就脑袋疼。八宝有诺手啊，那就是在我们这边。哇，这辅助装备太好了。怎么了？亚索还会来帮忙推塔吗？几公司的呀？
可以，这个帮的很到位。我去上，我去上，去上。那抢劫还能鼓励一下吗？那肯定不可以的，这是犯法的，不能做的。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是了，疯远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个狙干什么？可以，这他妈的有点嚣张了，但是这种打成老了。这操作快的呀！啊，怎么不快？能走吧？不快就死了。我还以为能杀他，他那个盾挡了我大招的伤害，不然他死了。够狠！装了兵就跑，你这个刺激！你连招有点帅呀、啊！哎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这种连招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一打二。那不是更帅吗？想看兵器，来过来。接住完事了，哎，耍的，哦。还敢搞这个八百，这八百也太狠了！好像感觉你哦，这个青安爷从这个隔墙是帅的呀，很累。没必要吧，兄弟。
哎，我扛，我扛，我扛，我顶住。走吧。我们刚刚是打了他们一个人数塔，回了吧？这个大龙中了。哎他妈，算了吧，不要了。这样子，那大钥匙，这波这钱只能这样子啊，因为如果我要是出这个的话，不能买眼，你知道吗？视野太关键了，没办法，继续把视野，我们不控。哎，这边，这边。被他大刀打歪了。来大龙，你们先打，你们先打，我们再打这个。你们先打，拖住他们。哎，别过去啊！竟然也没大刀的。打呀打呀，他们不敢过来，进来进来。他们其实只要大眼怪不在的话，他们没有什么 AOE 的，你知道吗？大眼怪的伤害太关键了。还可以插这个，哦，出这个吧，看看我再出这个，应该有大招的。你一闪他妈是射的呀！你他妈刚出要开的时候已经回家了。耶，yeah, 好的，高地拿了一个。我们这打野是穿透的，现在流行这样子了吗？可以去打红 buff， 他们打野肯定在的，这打野什么都要吃啊。他什么都想吃啊，吃皮。所以他们挪都挪不动步啊。卡达丁，你他妈的没睡醒吧？卡达丁他妈的，你是不得了威廉！哇，啊，这个狗贼！这个太明显了。
武器也不行啊，这怎么不敢跳呢？你好像把他们吓到了，剪刀爪吗？再来个，把卡丁砍了，兄弟们来！哎，脸不爽，长本事了。特别牛逼，这么牛逼的，还一个呢。